通常 boundary condition 会有几种哈？第一种 UTX，那它直接等于 GX。OK，这干脆我分开写哈，写到这边来。因为 omega 是 boundary domain，所以哈 we need the boundary condition。那第一种 case 是这样子，UTX 等于 G of X，但我哈、啊、当然我这 X 在边界上哈、啊，所以我这 X 在边界上。所以相当于就是我现在是一个 omega 是这个区域，所以我边界给定了，对吧？那我现在是一个热传导方程式，就是说。我的边界的温度给定了，那我要求它在里边某个时间，时间 t 某个位置 x 它的温度是多少？所以这边相当于就是 the temperature。on the boundary。是给定的哈 ,is specified。这第一种 case，OK，、okay. 那第二种 case 是它的 normal derivative，du dmu， 那这 dmu， 比如说就给零，所以你要知道说方向导数它的意义是什么，啊，方向导数是什么？它是不是就等于是 gradient u dot 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什么，它的法向量，对吧？所以。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边哈边界，它就是通量的意思嘛，对吧 ？normal derivative 就是通量的意思，它所以它在边界里边呢不通过去，对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绝缘的，是一个绝缘的哈。所以 the boundary 的意思是 is isolated 或者是 isolated。就绝缘的意思了哈，也就是说我现在边界没有热进来，也没有热出去哈。There is no heat flow in 或者是 out omega。就是说我现在整个就是在一个绝热的，绝热的，那这个流哈，这温度哈，所以最容易看就是你的保温杯嘛，对吧？我的边界就把它做的哈，做隔热，完全的隔热。那你要给它的 boundary condition 就这个，它的 normal derivative 等于零哈。那通常还会给第三种的 case， 我现在有一个方向导数 ，du dmu。再加上 c u 减掉 u 零，给这两个条件给你。它虽然隔热，但是这样，它又跟它的话，就是它把边界条件呢，对吧？这 boundary omega， 它温度跟你一开始温度哈，就说这样，这个有一个比例关系哈，相减之后差一个倍数哈，温度差哈的倍数，所以相当于这边意思是 outside。Omega, the temperature. 我外面的温度是 U 零，那当然你的温度会跟你这样温度差额啊成一个比例关系，成正所有的成正比了哈。No, the rate of heat flow a
across。我想穿过边界的时候 ，across the boundary。是跟我的温度差成正比啊 ，is proportion。除 u 减掉 u 零，那倍数关系就是 c 啊，就是一个 c 一个倍率关系。那为了方便呢，我现在考虑这样子 ：u 零 omega 在 Rn 上。这个 case 是 open， 而且必须是 bounded 哈。OK， 那我的大 omega 是 space 跟 time 的 ，x 跟 t， 它是这样子，我的 x 是落在我的 omega 里边，我的 t 是介于零到 t 之间，所以大概就是像一个圆柱形哈。有点像圆柱了哈，那 boundary omega， 它一直，我加一个 prime 哈，一直是这样子 ，x 是落在边界上，或者是还有时间 t 的两个边界哈，这个时候呢，零介于 t 介大 t 之间 ，o 或者是 x 落在 omega 里边 ，t 等于零。这个集合叫做 partial prime omega， 那还有一个 partial double prime omega， 那这个是类似的。我的 t 是等于大 T 的，所以这集合写出来、画出来就像这样子。这是 x， 这时间 t。大 T 的哈，在这个位置哈，所以如果你现在画这样一个区域哈，不要把这个看成零了哈，这零是另外这边，这 Omega， 所以我这边，这它 inside 是 Omega， 然后呢，这三个边界 ，boundary Omega，boundary Omega，boundary Omega。那时间等于 t 的这一部分，就是 double prime omega。OK， 所以硬把它看成是有边界哈，所以边界有四个。现在假设我的 u c 零 omega。我交集 c 2 omega， 我加一个 bar 就到边界哈，我一直到边界要连续哈。inside 呢是二次微分，因为我们 function 里边本来就有二次微分哈。然后它是 is a solution， 就我这个传导方程式的解 ，dtu 减掉 Laplace u 等于零。然后呢，他告诉你说，那么它的 maximum 跟 minimum 会在什么地方？哈 ，then both maximum， 它跟 Laplace equation 一样，都有所谓的 maximum principle， 或者是 minimum principle，maximum u， 或者是 minimum u in omega are taken。At a point in boundary omega， 它会在这边界上，它产生 maximum 跟 minimum 的位置是在这个三个这位置。所以这是典型的 maximum principle。
这要稍微证明一下哈。我们只需要证明一个 maximum minimum 就是同样的证明哈。我们证明 maximum， 那这证明了一点点小小技巧，是这样子 ，for epsilon， 我考虑一个函数，这技巧上在用，我的 vtx， 它是原先的 utx。再加上一个 epsilon x 加 x 的平方，就多加这个函数。那这函数是只有跟半径有关的函数，只有跟半径有关的函数。OK， 所以等一下呢，让 epsilon 确定一点，就说我原先是要问 u 的问题，那我现在把它转，把它转换成是问 v 的问题，OK， 这种技巧常在用哈。那取了这个函数是相当容易的，就是只跟半径有关，只跟半径有关哈。那么呢，就把它微分 ，dtv 扣掉 Laplace v， 因为 u 已经是满足原来的了哈，原来的 Hilbert 空间这部分是零的，所以只剩下这部分，那这部分只跟 Laplace 有关而已。所以这边直接微分，刚好就是负二 n epsilon， 这项是小于零。OK， 那我现在我的时间是在零到大 t 之间而已哈。是第一个，所以你在回顾哈，你在写微积分的时候有 maximum 跟 minimum。那么一个函数有 maximum 跟 minimum， 它有哪些条件？一次微分等于零，二次微分大于零、小于零，convex 或 concave， 就这个概念而已哈。如果 the maximum v 的 maximum value v 是在 omega 乘上零 t 上。然后它是在内部 occur， 在一个 interior point， 如果有 maximum 产生，那么它在那点的话，一次微分要等于零，对吧？二次微分 maximum 是要 concave 下来，对吧？二次微分是要小于零，所以 first derivative。是等于零，那它的二阶是跟 derivative， 是不是这样 ？non-positive， 对吧？它就必须有这个性质啊。那我现在是对我的 t 跟 x 这个 variable 都当成是它 variable， 所以呢 ，in particular。你的 dtv 在这点，对吧？这点一次微分要等于零嘛，然后它有二次微分 ，Laplace v， 对吧？它必须是小于等于零的。但是，所以这时候 dtv 再加上 Laplace v， 是就小于等于零。sorry， 真是负的哈。真是大于等于零，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 contradiction， 这两件事情是 contradiction， 对吧？你是这两件事情，所以它的 maximum 不可能产生在内部 ，maximum 就不可能产生在内部。那如果这第二个 case， 如果它产生在在 omega time 这个 t 上面。dtv 这时候是大于等于零， Laplace v 是小于等于零，你把合并之后这也是 contradiction 的哈， contradiction， 所以这也不可能。 OK， 所以呢我的 maximum u 在 omega time 0到 t prime 这区间，它会小于等于 maximum v 所以它就会产生在边界上面哈，这个就产生在边界上面，对 maximum v。这是哈 ，omega time 零 t prime。OK， 那把 v 呢换成 u 跟 epsilon 啊，所以它这边是不是就等于？所以这项呢，就是哈，所以它这边就小于等于 maximum u 在边界上面的。那再加上 epsilon， 那边有写哈，那边算出来 maximum u 的平方是这个。那这个对所有的 epsilon 都要对，对吧 ？True for epsilon， 再让 epsilon 趋近于零，所以我的 maximum 就会产生在边界上面，在 latin。epsilon 趋近于零，所以这样就证明我的 maximum 就产生在边界上。那 minimum 呢？类似的讨论。然后这边的 t prime 再趋近到 t， 这就证明完毕哈。那同样的方法，我把正的变成负的，那就是 minimum。minimum。OK， 所以通常 maximum principle、minimum principle 就只需要证明一个，就是 maximum 就可以，那其他的就是把它取为负的就好了。那以 maximum principle 就哈，我们就可以来证明唯一性哈 ，corollary。这个就是利用所谓的 maximum principle 这常用的方法哈。它的 u 所以 continue omega 把交集吸出 omega， 那么呢 ，u 是唯一决定的哈 ，u is。Determine uniquely. In omega bar. By the value. DTU 减掉
Laplace U in omega. 然后 U on boundary omega. 就是利用 maximum principle, 你就假设有两个解，那相减之后等于零，对吧？那么哈，就是我现在 UV 呢是两个解，然后你相减之后它仍然满足 heat equation, 那边界值等于零，对吧？你的边界值就等于零。然后按照 maximum principle 跟 minimum principle, 它最大值跟最小值都是在边界，最大值是零，最小值也是零，对吧？所以就是这样，逼得你只有一种选择机会，它就是零。OK。然后呢？如果是 unbounded domain 哈，对不对？也有类似的定理哈。那我想 omega xk 我这里仍然是大 K 之间。这时间 T 哈。那如果我现在是这样一个 unbounded domain, 是一个长条形的 ，OK, 那也可以对，但是就是说你在无穷你要给限制条件，所以 we need a certain, 就无穷远呢，你必须要这样确定一点哈 ，certain growth condition。Of U at infinity. Okay, yeah, infinity. 所以这个定理是这样子。我现在是全空间的哈。我的意思连续哈 ，continue 在全空间。在 Rn 也都可以哈，时间还是有限的啊，时间还是有限的。那一次微分对 x 的二次微分，因为我的微分方程对 x 是二次微分，我的方程是对 t 是一次微分哈，它是也是 continue, 微分之后也是 continue。那我的 dtu。全叫 Laplace U, 不见得要等于零，小于等于零也可以哈。我的哈，我微方程不见得一定是要等式哈，不见得要方程式，所以不等式也可以哈。通常你记住哈，人家在讲方程式，方程式是一个等式 ，equation 嘛，对吧 ？equation 是 equal 嘛 ，equation 是等式哈。你不要不等式也都把它叫做它，就是都把它叫做方程式，这是错误的概念哈。方程式是等式哈 ，equation 它就是 equal 了，从 equal 来的哈。在 T 在零到大 T 之间，那我的 X 是整个 Rn 空间，那 U 0 X, 我的 initial condition 是 Fx, 那还有我的 UTx 必须要有限制条件，它跑到无穷远不能跑得太快了哈 ，exponential A, 那这是 X 平方这种形态的。OK, 你要把它有所限制哈。那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一样有 maximum principle UTX, 我想要 sup 会被我的 initial 来绑得住 F, 那这个我就不证明了，就看那个 free 降的书哈 ，see freeze。不晓得这个为什么它的 less than 会叫做降哈，所以有这个定理呢，我一样有这个 corollary, 一样是 uniqueness, 所以我这边都是用 maximum principle,
maximum principle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定理啊，是一个好用的定理。但它有限制，我的函数是一个 scalar function， 向量的话就不对了。啊，我的方程式，我这边 u 是，对吧 ？xt 带过来，它是一个 real value 的函数，是一个 scalar function， 才有这件事情哈。所以 dtu 减掉 laplace u 等于零，它的 x 是落在 Rn 上。我的 u 零 x 等于 f(x)， 除此之外，我还限制条件 u t x， 它是 bound by m exponential a x 平方这种形态。那这样的话 ，u 是唯一决定的 ，u is unique determined。它是唯一决定的。它通常有机的区域常常在用的方法就利用 Fourier series， 啊 ，Fourier series。OK， 那我提另外一个 mixed， 就是说有 initial condition， 那也有 boundary condition。我现在是 UT。等于 u， 我先用一维的来说就好，等于零，所以 x 是在零跟 l 之间。然后呢 ，ut 零等于 utl 等于零，那 u 零 x 等于 fx。OK。所以这个方程式相当于是这样子哈，这是 x， 那这是 t， 因为时间 t 是从零到无穷大哈，这边是零，这是 l， 在这边，所以边界是这里哈，这两部分是零，这是等于零 ，initial condition 在这边，这是 f(x) 是这一块。所以相当于是这样，我现在是一根棍子嘛哈，一个长度是 l 的，然后一开始它的温度是 f(x) 给定了，那一开始温度也不是每个地方每个位置一样啊，就是在因为它跟 x 有关 ，anyway 就是我现在一根棒嘛哈，啊一根你把它看成一根铁条，然后呢它每点每点的温度都不一样 ，whatever， 这它的温度一开始是 f(x)， 然后它满足的是热传导方程式，然后经过时间 t 之后，它的温度会变成什么？OK， 然后旁边两边是零，对吧？就是说我这两边是绝缘的，我其他的话它不会跑哈，它不会散得出去，我就直接把它绝缘了。OK， 所以这方程式的意义是这样子哈 ，mini。这 U 代表的是 temperature， 对吧 ？Tm temperature， 在一个我个哈个哈绝缘的 insulate NSU rod。两边的温度都给定了，不变的嘛哈 ，at constant temperature， 比如说就是零了 ，OK。这第一步呢，我现在是在一个有限区间哈。那我原先考虑的是一个 unbounded domain 哈，
所以我现在是反过来，就是说最开始学 PD 是从有线区间 Full Siri 这边来，然后再把它推广，然后我现在反回来，如果你有 Full 传播，然后我现在回到 Full Siri 怎么个讨论哈？所以这边用的方法，第一个反射 Reflection。就想办法把零到 L， 把它一直贴贴到整个的全空间，啊，整个的全空间过去。所以呢，你就把它反射过来哈，两边把它反射过来。OK， 所以你这边的反射过来要用怎么个反射法哈？所以是利用一个G函数的概念。OK， 那还有。然后来的话就是贴瓷砖，对吧？贴瓷砖，一个一个瓷砖往右边、往左右两边这样贴哈。OK， 有了之后呢，再把它扩充。所以第二个 fx 呢，负的 f， 二 l 减掉 x， 是典型的方法。OK， 我现在是零到 l 的周体哈，就是我原先的周体是零到 l， 把它变成是二 l 周体，把它变成是负 l 到正 l。有了之后呢，那就不开始整个往两边贴，左右两边贴哈。所以有这件事情，这是我的 initial data， 我要做这样子哈，所谓的做这样反射的动作。那么呢有方程式对吧？有方程式告诉你说，对应的 f 哈，我就有一个解是原先的 u x t， 然后我现在的解有哈变成是这样反射之后，它仍然有这样的解。那么呢，对这个而言，这是 u x t 是一个解对吧？Okay， 我那边是 tx，u 哈 fx 是 utx， 这是一个解，对吧？然后呢，这个哈负的也是一个解嘛，所以这边是 ut 负 x， 你把两个相加，对吧？把它搬过来，对吧？这边负的，那这边也是加的，这也是一个 solution。那这边也是一样 ，fx 这边对应的就是 utx。那这边对应过来的是 u t 2 l 减 x， 这仍然是 solution， 对吧？所以我这边用的概念是对称哈 ，symmetry。我等一下会谈 symmetry。我这边用的就是 symmetry 的概念啊 ，again solution。OK。所以我这边利用的概念是 symmetry 的概念哈。所以这个动作预备好之后呢，那么 general solution 这样子，我的 vx 就是我原先的 fx 嘛，对吧？零到 l 的时候，那其他地方就把它变成零，对吧？其他地方是零。x 小于零，或者是 x 大于 l， 所以这个函数就 extension 到整个的全空间了。OK， 所以呢，我的 fx 就写成是这样子 ，summation n 从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 ，v 2 n l 加 x。对，因为我有做这个 extension 的动作。扣掉 v 2 n l 减掉 x， 这边是相减啊，这边是相减，因为这样我的边界那边它等于零，对吧？我的边界是等于零的，所以一个是左边，一个右边，当它集中到边界的时候，它两个必须要相等，等于零，对吧？所以这边是相减的。OK， 那这相减如果觉得不习惯，把它看成二分之一 f x。对吧？二分之一 fx 再扣掉 f 负 x， 这是 g 函数、偶函数的概念，这就是一个 g 函数，这相减就是一个 g 函数，对吧？我这个解一定写出来一定是一个 g 函数的，对吧？我边界值等于零，那个一定是一个 g 函数的，你把它看成就是一个 g 函数，你知道我的 boundary condition， 你这件事情为什么呢？这边这件事情是反映在我的 boundary condition， 我的边界值
次等一点。OK， 所以你看一个在零内点对吧？你怕看成内点，它零内点的值是零嘛，对吧？那么什么函数在通过零的时候会是零？只有这样，就一定是 G 函数，因为这样它还要跟另外一边还要接过去的，它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不哈，你当然可能怀疑它会不会可能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哈一个绝对值函数是这个样子，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我现在这个函数我整个接之后接下去之后，它必须是一个连续的过去。而且是要平滑的过去，所以这种函数不可能。OK， 所以我利用 hit 科呢，所以把 hit 科呢，我们前面不是已经有 hit 科那个概念，把 hit 科呢，所以我的解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子？我的 u t x。整个的全空间对吧，我这边是不是 KXYTFYDY， 这 K 就是我的 hit 科呢哈，但这时候换成是这样子哈，所以是等于是 KXYT， 我的 F 是换成这项对吧，是换成这个样子 summation 从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 V2NL 加 X 扣掉 V2NL 减 X DY， 那你再把它做一下整理，这是 V 可 C summation 分从负无穷大正无穷大，你都把这边变成是可思议了哈，这两个要做两个变数变化，这真是 kx 可思议减掉 2nl 这是 t 扣掉 kx 2nl 减掉可思议，刚好两个颠倒哈 t，OK， 那我的 V 它只有0到 L 有东西而已对吧，所以我的积分范围是只有0到 L， 这边就是我的 GX 可 C T， 这是 F 可 C B 可 C， 这是 D 可 C， OK， 那这个 G 就是我的 Green Function 哈，就是 hit 科呢，只是我现在是有界区间的哈，我的 G X C T 这项就是等于，就是我这边写的一大串的这个东西哈 ，K X K C 减掉 N L T， 扣掉 K X。2NL 减掉 KCT， 然后呢把它写开是 PiT summation， 这就是 exponential 的形态，负的 4T X 减掉 KC 再加上 2NL 平方，那再扣掉 exponential 负的 4TX 加上 KC 减掉 2NL 的平方，这个，那这个函数呢很特别，这是 theta function， 数论的 theta function 哈，就一除以 2L， 这是 theta function， 2L X 减掉 KC L 平方 I pi T。扣掉 theta 3 2L X 加上 cos L 平方 I pi T 是这个样子，我的 theta 3 Z tau
一吹，刚好哀涛，然后闪没选，分从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 ，exponential， 负涛 ，i 派 ，z 加 n 平方，是这个，这叫做 Jacobi， 应该念作 Jacobi 了哈。科比应该是，是不是？好像是德国人还是？那就 check 一下哈。你们知道有一个哈数学史的网站非常的好，就那个英国有一个哈一个大学叫圣安德鲁大学，它里面有一个数学史的网站。这是科比 theta function。所以发觉这个哈就偏微方程跟数论是有关的，那真正那个的就说哈就哈真正立论哈就是数论厉害的人，他是会用微方程来解，对吧？所以数论会跟傅里成凤有关，对吧？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主要的方向。OK， 所以这一章的最后呢，我谈一下 Laplace equation 跟 Hill equation 之间的关系哈。首先，你看 Hill equation， 欧米伽可以是有界的区间，或者是哈 unbounded 的空间哈。Newton x， 这叫 initial。那我现在有边界条件。然后呢，我下定我的 U infinity 是它的 steady state 哈，这跟 x 有关。steady state solution。也就是说，我原先的微方程对 t 微分那边是零掉了。Steady 就是跟时间 t 无关嘛，对吧？这个 steady 的意思，对吧？就是说跟时间 t 无关哈，稳定态哈。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所谓的 equilibrium。一个平衡态哈。所以对应到这边是 U infinity 等于零。Omega， 那我现在有边界条件，已经就卡地已经跑掉了，没有哈。这是 unbounded Omega， 所以现在问题是这两个啊怎么个连接法哈？所以自然而然的看法就是两个函数我把它相减嘛。对吧？我就两个相减，所以我的 v 呢是 u 扣掉 u infinity， 所以呢，你可以直接验证，那么它满足这个微方程 ，dtv 乘以 Laplace v 等于零。它满足这个 Hill equation 哈，在这个 R 正，然后 initial condition， 对，就是我的 UI x 减掉 U infinity x， 那这项我就把它叫做 VI x，
那我一样有边界条件，边界条件就一样，所以 v，p，x 就等于零。所以对我的大 V 而言，它满足是这个方程式啊，是这个方程式。那这个微方程哈、啊、可以解，我现在就哈、啊、就把就是这样，因为我现在是一个 linear equation 在 boundary domain， 或 unbounded domain 也都对哈、啊。所以就是我的方法就 Daniel Bernoulli 的哈、啊、，Daniel Bernoulli。Separation of variable， 所谓的分离变数法哈，所以这个方法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方法。你看这个方法就很简单了、啊，但是这样，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对吧？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对吧？甚至囊拧的问题也可以用，只是说回不来而已，对吧？你都可以做分号分解的，到这边那你必要拉回来哈。OK，separation、okay. of variable。Bernoulli 他跟 Euler 同一个年代的人哈，他跟 Euler 他大概大比 Euler 大五岁左右了，四岁五岁左右，所以他跟那个 Bernoulli， 对，那个 Bernoulli 跟那个 Euler 非常的要好啊，非常的要好。所以我的 v t x，OK，、okay, 分离变数法对吧？是 gtfx， 对吧？那你把它带回原来方程式哈，这是典型的 Fourier series， 所以 g 的微分 g 等于 Laplace f 除以 f， 然后就定这一项叫做等于是负 lambda， 这个 lambda 就是所谓的 eigenvalue 哈 ，OK， 所以呢。因为为什么会要定它是一个 lambda？ 因为这是典型的一个问题。我的 g 是 t 的函数 ，f 是 x 函数，那这两个比例一样，那只有一种可能性呢 ，t 跟 x 不会有关联的，它一定是一个常数，对吧？所以一定是一个常数，这个 lambda 一定跟你的 x 跟 t 无关。OK， 所以这边可以解，我的 g 就是这样 ，exponential 负 lambda t， 这边是 initial condition， 那 f 这边满足的是负的 Laplace f。等于 lambda f， OK， 那我的 x 是落在我的 omega， 所以对 f 这边而言，啊，对 f 这边而言，这边就是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一个 eigenvalue problem， 所以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question 是这样子 ：Can we find the eigenvalue？ 那也就是说有 eigenvalue， 那有对应的 eigenvector， 对吧 ？eigenfunction， 也就是说相当于就是我要找一个 basis， find an ortho， 我就干脆比较好，就把它叫做 orthonormal。basis 叫 fi 啊，就对应了我这个 eigenvalue 问题哈。那我的空间是落在 L2 omega， OK， such that Laplace fi 负的 Laplace fi 等于 lambda i fi， 那边界值我就让它等于零。那如果有这件事情，那如果有 ，if so， 那么呢，我的解 v p x， 它是不是就 summation exponential lambda i t， 对吧？你这部分是
experiment 有 lambda 可以这一项嘛哈。那这边是我的 fi x， 然后这个是一个解，然后所有的线性组合都是一个解，所以 ai。OK， 我现在为了方便，我假设 i 是从，对吧？从零到无穷大好了。那我的 AI， AI 怎么求的？就是这样，我的 initial condition 给定，所以我的 V 零 X， 对 ，V 零 X 就是我的 VIX， 就等于 summation AI FI， 对吧？所以这个 AI 这哈 AI 就是它的系数，那这系数怎么弄？对，我就把它做内积，两边做内积，是我的 AI。对，我就做跟 FJ 做内积嘛哈，那这其他地方都顶掉，因为它是 orthogonal， 其他都顶掉。哎，最后要是 orthonormal， 它平方等一，所以就是 AI， 就是等于 FI 跟 VI 的内积，就等于是这个 FIX。VIX DX 是这个样子、OK， 然后所以我现在这个问题，我这个 Laplacian 就是我现在就等于把它翻过去的意思、所以我现在考虑负的 Laplacian Inverse Operator、我从 L2带过来是 H1 0，那这边呢 H1 空间这个还会 embedding 到 L2， 所以我这边有那个什么有那个 sober space 的概念、OK anyway， 所以我这个 operator 它会是一个正定的，我就取负的，因为它取负了之后才是一个正定的、它是 is a positiveDefinite， 而且它是 subaccount， 它是一个 compact operator， compact， 从 L2 到 L2 的。因为我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嘛，对吧？我这个 basis 会不会存在，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呢告诉你说这样，这件事情会为什么会存在，因为我这个算子是一个这样，是一个 compact operator， 那 compact operator 它就有所谓的 spectrum 就会有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放量分析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哈，所以 by spectrum 定理实际上，如果哈 spectrum 最简单的就是你线性代数，对吧？一个矩阵，然后把它做对角的话，那就是 spectrum。OK， by spectrum 定理，它的确会存在的。对，为什么可以对角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找到这样？这 n 个，对吧？如果是一个 n 乘 n 矩阵，是不是找到 n 个 independent 的 i 根 function？ 那这样你就可以对角的话，那就是你的 spectrum 了。对吧？那 spectrum 不会只有单独谈 spectrum 一定对应到你所谓的 eigen function， 是这件事情要对应过来的。OK， there exists an also normal， also 就是就正规的意思嘛， also normal basis。I 使得怎样呢？我的 eigenvalue， 因为它是正的 operator， 所以它的 eigenvalue 也是正的。然后 Laplace 负的 inverse fi， 就是等于 one over lambda i fi。对，就这件事情没把它写成 inverse 而已了，对吧？把它写成 inverse 而已哈。
OK， 所以这就是 head equation 哈。所以 free 降的书哈，基本上我差不多已经讲完了哈。我后面会补充一点点那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 semi group 的理论。那在这之前，我先哈补充一个东西哈。有哈，刚刚有谈到对称性的概念哈 ，symmetry。所以哈，介绍 symmetry 是什么哈？你的黑科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哈，利用对称群，利用对称的概念来的哈。所以我今天介绍 symmetry。那这件事情会跟理群有关系啊 ，Lie group。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听一听一些 Lie group 的，到底 Lie group 是什么东西？你通常在台湾那些做理群的，他只会做停留在那些代数结构，对吧？那样子的话是做不出伟大的东西来的。OK， 你不应该停留在那个结构上哈。OK， 这句话呢，用 Herman Y。Herman 哈。Y ，OK， 他们 Y 就当初 David Hilbert 有两个哈，两个最重要的哈，就最两个最重要的哈的徒弟，一个就是 Herman Y，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John von Neumann， 但就 David Hilbert 他底下一串学生呢，哈，一串学生，啊，利用那个 Herman Y 的话，他说这样，他说如果 performing经过一些的啊运算啊 operation on it， 使得它仍然是一样的哈 ，leave it looking the same。这就是 symmetry， 啊，这就是 symmetry。甚至那个 Herman Y 也写一本书，就叫 symmetry， 就对称。他写了一本，他有一个所谓的比较通俗性的演讲，就是哈，就啊，对那些哈不是哈不是数学系的学生，对吧？不是数学系的专长的人，介绍什么叫对称，啊，那个一本薄薄的书，蛮有趣的哈，值得看。我觉得 Herman Y 的书都值得看的哈。那这种概念最开始是从 So Firstly 哈，OK， 就说哈 ，So Firstly 他当初在哈就研究所谓的transformation，所谓的变换群哈。他当初是研究微分方程，而不是研究代数啊，啊，他是研究微分方程。他概念是这样子，一个 construct， 这个 integration factor 哈，积分因子哈。对，一阶的。ODE 对啊，那个积分因子本身就是一个对称群，它就是一种对称群。它主要的目的是这个哈。它当然，它当初的动机也是这样。它的动机哈，它当然还是受那个伽罗瓦的影响哈。当初那个年代，伽罗瓦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群的概念进来，伽罗瓦。就真正群的概念当然要从伽罗瓦开始哈，那伽罗瓦二十一好像二十岁还是二十一岁就跟人家决斗死的哈。OK， 所以他当初还是受这个伽罗瓦的影响哈，伽罗瓦 group 的影响，他说从那边解方程式有这样的理论对吧？
那么我现在结微盲症是不是有类似平行的结果？对，所以他总是有个有某些动机嘛，对，他不会说今天我想心情该好，那我就开始在想什么东西，他总是有一个动机给他，OK，所以呢，他想要 reduce，对吧？甚至二阶的微盲症。啊，变成是一阶的。经过变数变化，by change variable，这是 Sophocles 哈，所以。这个年代呢，Sophocles 跟另外一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哈，Phaedrus Kline。那 Phaedrus Kline 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深受这种所谓群论的概念的影响，所以他有一个叫做 Erlangen 哈，Erlangen Program。他说所有的 geometry 对应的就是一个群，对吧？就 geometry 对应过来就是一个 group。所以研究几何就对应过来研究一个群，对吧？就是这样研究一个它什么钢体运动的群或什么什么群，对吧？它应该是经过一些什么变化不变的，OK。所以当初他们两个人都是在法国留学的嘛，Bayes 和 Klein 跟那个 Sophocles，OK，是非常要好的哈，要好的朋友，但最后也闹翻掉就是。然后那个 Sophocles 就回到，他不晓得是挪威还是芬兰可能是挪威吧，不是芬兰，挪威的样子，对，OK，不是，可能是哈，不晓得是挪威还是芬兰哈，OK，但那个时候 Klein 呢，不好意思直接去哈，就他就哈就哈不他跟他碰面，也是他有学生，那就说，哎，你去找他，去找那个什么，找 Sophocles 哈 Sophocles 看他目前的研究是什么东西。对，他还是会叫学生去跟他写东西哈。那后来物理学家 Boltzmann，就是统计力学的这个 Boltzmann 哈。所以去看这些物理学家，实际上人家数学都很好的，数学都很好的哈。他想要做这样一件事情，algebraic。他去研究偏微方程的对称性，哈，of the PD，哈，主要是热传导方程式哈，diffusion equation。他从对称性的角度，他研究这个理论哈，这个方程。这个东西要来研究这个，那 concentration 哈，study diffusion。Concentration，因为它这我现在的扩散系数是跟你的材质有关哈，diffusion coefficient。后来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哈，就是这美国数学家，给 Berkov。他主要是追随波兹曼哈。
想要把一个 PDE 了哈，能不能转化成是一个 OD？ 利用对称的概念啊，利用对称层的概念。那这种哈终结就是现在已经大家熟悉的叫做 similar solution， 或是所谓的 SAP similar solution， 自相自结。OK， 所以我们就从简单的 ODE 开始哈 ，Y 的微分等于 X。OK， 先假设你不会解微分方程啊，先假设，你不要看这个东西啊，我知道怎么解，什么就一大堆什么方法，对吧？这样的话就比如说这样。你不哈，你学不会这种最原始的 thinking， 对，就是他哈把一堆方法都弄进来，你要学哈学微分方程，就最要用最原始的方法看，对吧？这微分方程告诉你什么？一个 y 是一条曲线嘛，对吧？那么它的微分等于 x， 对不对？对，它切线斜率就是等于 x， 所以就是这样，先 x 等于一看看，画大一点哈，一。当 x 等于1的时候，它的斜率通通都是1嘛，是1，对不对？所以它的斜率都是1 ，45 度。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条水流，那么它在这附近，它的水流都是这么抛法，对吧？然后呢，当等于2，这是1，那来2的时候，斜率等于2，又更斜了，对不对？要更斜一点，等于2。等于二 ，OK， 那等于零的时候是平的，对吧？是平的，这就是所谓的向量场的概念。那等于负一，这是零哈，负一、负二，负一的时候，它斜率是负一嘛，对不对？所以它是这样，从西北到东南嘛，哈，这样，那就是正好45度。斜率是一，这样子。那负二的时候又斜的更多，那就像这样子。你就画一个单位向量 ，OK。所以这样，你这边就是一个人生的洪流，对吧？那你就随便抛一个树叶上去，对吧？就把你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树叶，那就这样随波逐流，对吧？所以如果你是跑到这边，对吧？跑到这边，这瞬间它是这么跑，然后是不是大概隐隐约约就像这样的走法？那停的地方也是一样，就类似这样子。所以它的解看起来就像一个抛物线的样子，对吧？那你真的去解它的时候，也的确就是一个抛物线。OK， 所以我这边并没有解微分方程，但是这样。从画向量场的概念，我就可以这样猜测，对吧？它 eventually 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哈，所以这边这是 dy dx 等于 x， 对吧？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这个方程式我就直接做 dimension analysis， 我用大 Y 代表 Y 的 dimension， 这是 X， 那差不多就是 X 的意思，对吧？所以 Y 的 dimension 就是 X 的平方哈，或者你就用中括号表示 OK， 所以就是我的 X 变成 lambda X，我的 y 它变化就是 lambda 平方嘛，对吧？就是 lambda 平方 y。OK， 这个刚刚这边简单的 dimension analysis， 它告诉你说我的方程式，对吧 ？y dot equal x， 它经过这个变换之后是一定不变的，它就有一个群的概念在里边哈 ，is invariant。
under。没有人。你们人出得过。我的田是这样子，我的 X， 对，我就是 X tilt 它，变成 lambda X， 我的 Y tilt 它，变成 lambda 平方 Y。我做这个变换之后，它当然是不变的。OK， 我的 lambda 是任意的哈，为了方便我都取正就好，所以零到无穷大。然后这个微方程可以直接看，这个可以直接解释这个样子，所以我的曲线是这样子，我的 integral curve， 它是 y 等于二分之 x 平方，再加上一个常数 c 嘛 ，OK， 那我现在的 x 呢，换成是，对吧？x 把它写成 lambda 分之 x theta， y 写成 lambda 平方 y theta 带进来哈，所以这边是 y theta over lambda 平方，对不对？那等于这边是我的 x theta 除以 lambda god 的平方，这二，再加上 c。所以最后写出来就是我的 y theta， 所以就是 x theta 二分之 x theta 平方，跟方程式这边是一样，二分之 x theta 平方，再加上把 lambda 平方放进来， lambda 平方 c 是这个样子。那我为了让它好看，跟原先这边是一致的，我就把它写成这样子，二分之 x theta 平方再加上 c theta。所以我的 C2 它就是这个 OK， 所以我的 C2 它是不是就是 lambda 平方 C， 对吧？所以是不是我这边是不是告诉你说我原先是不是 X 变成是 lambda X， 对不对？我的 Y是 lambda 平方 y， 那我一个常数 c 嘛， c 也要跟着变动，对吧？这是 lambda 平方 c， 对吧？我原先我微方程是经过这个变换，我不仅仅要有 x 跟 y， 还有 c， 对吧？它经过这样的变换之后是不变的。OK， 这就是它的 scaling group， 这就是它的 scaling group， 看这个一阶的微方程。我要解这个微方程哈，那假设我它的 integral curve 就它要解了哈，是 vxy 等于 c 嘛，对不对？所以我这边把它做全微分哈 ，dv 就是 vx dx 加 vy dy。因为等于常数，所以这边是等于零，所以两边做比较所以这两个做比较，对吧？所以就是这样，我的 vx 比上 m 就等于是 vy 比上 m 嘛，就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呢，我把它定义一个是一个 mu，所以就相当于我原先这个微方程乘上 mu， 对吧？所以我的 dv， 对吧？就是等于是我的 mu m dx 再加上 mu n dy 嘛，就这样子等于零。也就是说，我乘上一个 mu 之后，使得它是一个全微分，对吧？这是一个 total differential， 就 perfect。
differential。也就是所谓的 total differential， 全微分。它就是一个全微分，对吧？所以什么叫积分因子？就是说乘了之后让它成为一个全微分。OK， 所以全微分是这个概念哈。所以就是 μ， 这时候这才是叫做全哈，才叫积分因子的意思哈。是就是说 integration factor。那我的问题是这样子，我随便给这样一个微分方程，我怎么去找这个积分因子？因为积分因子找出来，那我的微分方程就解了，对吧？所以我的 question how to find mu 啊，怎么找积分因子？所以一个方法就是利用群论，利用的哈 symmetry 的概念。Answer 是 yes， 对吧？by v equal， 就是对称的概念。然后呢，我现在假设。假设我的微分方程有一些不变量哈，所以我这边先考虑这种 case scaling group， 就 x prime 等于 lambda x，y prime 等于 lambda 的贝塔次方 y， 假设我的微分方程经过这个东西是不变的。那我原先 v x y 等于 c， 这是一个哈 integral curve 嘛，对吧？就是这边的 integral curve， 就这件事情哈。那我现在变成这样，把它换成是 lambda x lambda beta， OK， 所以我现在是 v lambda x lambda beta 次方 y。所以这个 c 当然会跟我这边的 lambda 有关，就是我刚刚这边的 c tilde， 啊，这边处理的方式概念是一样哈。所以这就是我的 integral curve， 那我的 integral curve， 对吧？我的 integral curve 都会跟 lambda 有关，跟这个参数有关哈。那因为我的 lambda 是任意的哈，所以我现在呢两边对 lambda 微分 ，d lambda。因为我的问题是要回到原先的，当 lambda 等于一的时候，就回到我的 x y 嘛，是这个解对吧？就 lambda 等于一的时候 ，lambda 等于一的时候，那么的我的 v x y 等于 c one 哈，就是原先的 c 了。所以我对我的 lambda 而言，它每一个 lambda 都是一个解，那我就对 lambda 微分，所以相当于我在做变分的概念啊。所以我现在两边对 lambda 微分，最后呢，我的 lambda 取值等于一 ，v lambda x， 这 lambda beta y， 两边同时微分 d lambda， 最后 lambda 要取等于一，这是 c lambda。所以微分，所以对第一项微分，第一项微分是partial x， 然后 lambda 微分，所以会有一个 x 出现，对吧？所以第一项是不是 x v sub x， 这第一个。那第二项微分，对吧？对 lambda 微分是 partial y，
对 lambda 微分是一个 beta lambda 的 beta 减一次方 y， 那 lambda 等于所以是 beta y v y。等于 d c d lambda， 我就要取 lambda 等于一。对吧？然后呢，你再跟刚刚这边做对照，所以 x， 我的 phi x 就是 m mu 嘛，对不对？所以这边是 mu m， 这是 beta y， 这是 mu n d c d lambda， 等 lambda 等于一。哦、我要的是 mu， 对吧？所以这边通通都有 mu 出来。所以呢，我的基本子有、哦，我有一般的公式。如果它有这个 group， 如果它有这个对称群的话，如果它有对称群，那么我的基本子我的确可以算得出来。所以 d c d lambda， 等下取 lambda 等于一，那再除以，就是 x m。再加上 beta y n， 哎 ，anyway， 这边最后就是一个常数，我可以定这个常数等于一，就叫它是等于一，所以这是 x m 加 beta y n， 就 choose 这项等于一，所以这就是一个积分子。对啊，如果你的方程式有这个对称群，那么你的积分子就这么找。y 的微分等于 y， 那这边是 x 减掉 y 平方，所以 x 平方。你直接去解还真的很不好解啊。还真的很不好解哈，学生自己如果会解得出来的话，已经相当了不起哈。OK， 所以这边等于是 y 乘上 y 平方减掉 x dx 等于 x 平方，再加上 x 平方 dy 等于零。所以呢，我这时候利用 dimension analysis 哈，我用大 Y 它代表 Y 的 dimension， 对吧？所以呢，第一项，这边是 y 三次方，对吧？那这边是 yx dx， 或者是你从上面这边来哈，或者从上面来也是一样，是 y 对 x 微分，所以这边是大 y 除以 x， 对吧？那等于这边有两项 ，yx 除以 x， 所以这边是 y 除以 x， 所以这两个是对的。啊，这两个是一样的。那还有就是 y 三次方除以 y 三次方除以 x 平方这一项。如果你们觉得不习惯，这边写 x 嘛，那这边就是 x 平方嘛，对吧？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就不用开始考虑了。那就可以比较一跟三，对吧？这边消掉一次，消掉一次，所以这边是 x。等于是，对吧？等于 y 平方，对不对？所以我这边我就得到这个 scaling group 了。
我的 x 变成是 lambda x， 那么我的 y 呢？对啊，刚好是它的一半嘛，所以是 lambda 二分之一。所以我哈，我的 beta 就是二分之一了。我的 beta 就是二分之一，所以我就利用 Lie group 的理论，所以我的 mu 就等于是一，然后这是 x m， 再加上我的 beta 是二分之一 y n， 所以你把它整理一下，所以就是 x y 三次方扣掉二分之一 x 平方 y 分之一。你看这积分子，你怎么可能想得出来？对吧？你想不出来的，不可能的代志啊！你自己怎么拼拼凑凑都凑不出来的，所以这边要用 Lie group 的概念啊，这就是你的哈积分子。所以你把它带回原来方程式，是我的 phi y， 是不是我的 mu n？ 你把它计算一下。x y 三次方扣掉二分之一 x 平方 y， 这是 x 平方，所以这样等式负 y 分之二，再加上 y 平方减掉二分之一 x， 这是二 y， 所以这边呢，我对 y 积分，对吧？所以我的 v 啊积分，对吧？分别积分。所以这边是负二 log y， 这边积分，这边是 y 平方接进去，把 x 视为常数，所以这边也是 log y 平方减掉二分之一 x， 那对 y 积分，所以它是 x 的函数，再加一个常数，这个是跟 x 有关的。OK， 那你还有对 x 的微分，对吧？我们原先方程式还有对 x 的微分 ，dx。这就是 f 的微分，对吧？那这边有 x 的，再扣掉二 y 平方减掉 x 分之一，这样就是我的 mu 乘上 m， 对吧？是我的 phx， 把它整理一下就是这个。这边整理完哈，所以 mu m。就直接等号哈，等我的 mu m， 所以就是 y 乘上 y 平方减 x， 这边是 x y 三次方扣掉二分之一 x 平方 y 分之一。OK， 所以我就得到 f 的微分是除以二 y 平方减 x， 再加上 y 平方减 x。x y 平方扣掉二分之一 x 平方，最后是一除以 x， 所以我的 f 可以积分哈，就是 log， 所以 f x 就是 log x， 再加一个常数哈，它既然有 log， 我干脆把这个常数把它叫 log a， 所以把 f 再把它合并起来，合并到这边来哈，所以。phxy 就是 log 有一个常数 a x y 平方扣掉二分之一 x， 所以这边是 y 平方，对吧？这就是你的解。所以你看，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我告诉你，你打死哈，打死都算不出来。或者是你把它翻过来嘛，哈，这样已经是解了哈。但有时候你要把它写的漂亮一点，不喜欢有 log， 就把它翻过来。有 phi x y， 那是一个常数哈，所以 exponential phi 除以 a 等于负二分之七。那 y 呢，就是等于根号二 x 加 c 分之 x，
写到这边就可以了哈。那当初这哈这个对称的概念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做分解的意思哈，就说类似哈所有的分离变数味道哈。我的问题是这个哈，所以我现在假设 g x y 等于零，那经过一个哈变换之后是 x prime y prime。等于零，经过这个变换之后仍然是不变哈，所以我这边呢，假设我的 x prime 就是我的 lambda x， 我的 y prime 是 lambda 的 beta y， 所以就是我的 g lambda x lambda beta y 是等于零。哎，这件事情对所有的 lambda 都对，所以我把它作为微分哈。就是我现在做其他变分 ，d d lambda， 这 g lambda x， 就需要拿等于零，那你就把它做变分哈。所以这边就是我的 dy dx， 就刚好就是那个隐函数定理的那个微分哈，负的 partial g partial x 除以。partial g partial y， 这些等式 beta y 除以 x。所以呢，我现在定 u 呢就是我的 y 除以 x beta， 这样因为我这个变换嘛，对吧？所以我这边如果 beta 倍。等一下，这个贝塔一样是 x 的贝塔，贝塔次方除以 y 哈，对吧？所以我定这个变哈，定这个变数，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变数是一个 dimensionless 哈。所以我的 x prime 变成是 lambda x，y prime 是 lambda 贝塔 y 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的取 lambda x 就等于一，所以我取 lambda x 等于一。所以就相当于是我的 lambda 就等于 x 分之一，那么呢，我的 x prime 就等于是一了哈，那 y prime 就等于是 y 除以 x 的贝塔次方，我就有两个变数就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哈，变成一个。所以这个变数是这样子来的哈。这变数就这样子来，就跟那个 hit equation 对吧？原先是 x 跟 t 的，然后最后变成是 x 除，然后就 x 平方除以 t 的这种形态，这是一样的概念哈。所以假设我的微分方程是这样子 ，y 到 fxy。那我 ux 的贝塔次方。等于 y， 所以我的 y 用这项来代哈。所以呢，我把它做微分，做全微分，所以这是 du 乘上 x 贝塔次方，那是不是等于贝塔再加上贝塔 x 的贝塔减一次方，这是 dx， 还有 u， 就等于是 dy。所以我的 du dx。因为我原先是 dy dx， 要把它变成 du dx， 它是不是就等于是 dy dx， 那 x beta 分之一，再扣掉 beta y， 那这边是 x beta 加一次方 ，OK， 我就两边同时除以 dx 了，就这个式子哈，所以这时候我的 du dx。这就等于是 f 除以 x 的贝塔次方，再扣掉贝塔 y 除以 x 的贝塔加一次方，那再把 y 换过来哈，就等于是一除以 x f 除以 x 的贝塔减一次方，再扣掉贝塔 u，
所以对于我的新的变数哈，是 y， 我微分，这是 lambda 的贝塔减一次方 y 的微分。哦，原先是 y 的微分等于 fxy， 那现在变成 y prime dot 微分，就我这边的 f x prime y prime， 它必须要有这种不变性，对吧？所以我的 y prime 把它换回来，就是 lambda 贝塔减一次方 y 微分等于 f， 我的 x 是 lambda x。我的 y 是 lambda 贝塔次方 y，OK，那这件事情对所有的 lambda 都对哈，所以我在这样对 lambda 微分，我这边取变分 dd lambda， 我这个 lambda 要令它等于一，就是 lambda 的贝塔减一次方 y 到等于 dd lambda。是 f lambda x lambda 贝塔次方 y， 这边就直接微分了哈，微分，所以这边就相当于是 x f 对 x 的偏导数，再加上贝塔 y f 对 y 的偏导数，啊，这边是右边嘛，那左边一样，这里是贝塔减一，这里是 f。OK， 所以这是一阶的 PD 哈 ，first order。PD， 我这边是利用对称性的概念了哈，所以呢，我这哈一阶的偏微分方程，所以我可以利用 characteristic 的方法来解，所以我就引进 characteristic。对吧？所以 dx。dx 除以 x 会等于 dy， 所以这边是贝塔 y， 会等于这边是 df 除以贝塔减一 f， 我这个可以解啊，所以这个解开，你看呢，第一跟第二两个合并在一起，我就有两边积分，对吧？因为它 xy 都 xyf 都已经分开了嘛，已经分离变数了。贝塔 y， 所以这边你得到的解就是这 log x 等于 one over 贝塔 log y， 加个常数了哈，这不够位置，所以 log x 等于 one over 贝塔 log y， 再加一个常数了哈。所以我就得到这个 y 除以 x 的贝塔次方，它就等于是一个常数，它叫 c1， 我就得到第一个变数了。然后呢，一跟三合并在一起 x dx df贝塔减一 f， 所以这是 log x 等于一除以贝塔减一分之一 log f， 加一个常数 c， 所以这边就相当于 f 除以 x 的贝塔减一次方等于第二个常数 c2。所以实际上我都得到我的 general solution， 就是让 C1 跟 C2 两个的函数。OK， 那这是一个常数，这也是一个常数。实际上这个常数是 dimensionless，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就这边得出来它是 dimensionless。OK， 所以这边是一个常数，这边是一个常数，两个常数之间有关系哈。所以就是 set， 对吧？我的 f 除以 x 贝塔减一。
它一定是这边的函数了哈，把它叫做 g。x 贝塔分之 y，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g u 嘛，是这个式子。所以就相当于就是我把它回到前面这边来 ，d u 除以 x，d u 除以 d x， 就原来的方程式，这里是 x 分之一，这是 g of u 减掉贝塔 u。所以原来的方哈，微分方程是 d x over x， 就等于是 d u 变成 g of u 扣掉贝塔 u， 所以我已经 x 跟 u 就分开了。原先 x y 是没有分开的，原先是 d y d x 等于大 f x y。那如果我现在它有这个对称群，对吧？就是我原先微分方程是这个 y 到等于 f x y， 没办法分开的啦，对吧？没办法拆开的，对吧？但如果这样，如果它有这样一个对称群，对吧 ？x 变成 lambda x，y 变成 lambda beta y， 它经过它这个变换之后是不变，那么呢，这个微分方程就变到这项 ，separate， 已经真的是可以 separate。那这就当初那个什么 Sophus Lee 他们做的事情，这是一阶的，然后二阶的也是类似的概念哈。二阶微分方程能不能把它画成一阶的哈？就二阶的微分方程能不能画成一阶的？这是类似的概念哈。我原先有 u x y， 另外一个是 v x y， 那它又跟 y 的一次微分有关。就这两个函数，那假设我现在有这个不变量哈，假设我的 invariant 是这个样子，我的 u 呢是这个样子 ，y 除以 x 的贝塔次方，就跟刚刚那边类似的哈。那我的 v 呢是它有这边有一次微分，对吧？所以是 y 的一次微分，对吧？这是 x 的贝塔减一次方。你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这时候呢我的 u 跟 v dimension 是一样，有对一次微分，那这边有它少一次，对吧？这边补了一次嘛，把等于把贝塔这边乘上一个 x 的一次方，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这边的 u 跟 v 的 dimension 是一样的，嗯 ，OK， 所以 y 的微分 y 到就等于是 v x 的贝塔减一次方，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两边把它做全微分，所以 d v x 的贝塔减一次方等于 d y 的一次微分，哈。所以你就把它做全微分，把它展开，所以 x dv dx， 它就等于是 y 的二阶微分，这 x 的贝塔减二，扣掉贝塔减一次方，贝塔减一，这 y 的一次微分，等于 x 贝塔减一，这写成 v， 所以这就 y 的二次微分，所以 x 的贝塔减一，贝塔减二，扣掉贝塔减一。这项等它正好就是 v， 正好就是 v。那这个是 v 的部分，那对 u 也有类似的，啊 ，u 这边也有类似的性质。我的 u x 贝塔次方等于 y， 所以一样两边做全微分 ，d u x 贝塔次方等于是 dy， 所以把整理之后是 x du dx 等于 y dot 除以 x 的贝塔减一次方，扣掉贝塔 y x 贝塔次方，你把整理化成 v 扣掉贝塔 u，
所以我把这两个式子把它合并在一起哈，有要的是 dv，du， 这就是 y 的二次微分，这是 x 的贝塔减二，扣掉，贝塔减一，这是 v， 除以 v 扣掉贝塔 u， 是这样子哈。那我原先是这边是一个 second order 的，这是 OD， 有 y 的二阶微分的 f，x，y， 它跟 y 的一次微分有关。OK， 那假设它经过这个 scaling 不变，对吧？所以我这边就是 lambda 的贝塔减一次方，这 y 二次微分，我的 x 是 lambda x。我的 y 是 lambda 贝塔次方 y， 我这边少一次微分，所以是 lambda 的贝塔减一 y 一次微分嘛，是这件事情。OK， 所以我是有这个 scaling group， 然后呢，两边再对 lambda 微分，对吧？也就是说，我现在取变分，那再定 lambda 等于一，所以就是两边 d lambda， 只有 lambda 等于一。这样的话可以得到这件事情，我的 x fx 加贝塔 y fy 再加上贝塔减一 y 的一次微分 fy 的微分等于贝塔减二 f。 OK， 那这又是一个一阶的偏微方程，所以又可以用这样用一阶的哈，这是 first order PD， 所以利用特征宪法可以解哈，可以 characteristic。这个是 dx 除以它的系数 x， 这是 dy， 所以这边是贝塔 y， 这边是 y dot 对吧？那就 y dot， 你就把 y 的一次微分变成是一个变数而已哈，这是贝塔减一。y dot， 这边是 df， 这是贝塔减二 f。 所以你看呢，你一二两个把它解开，你解一二是不是就得到这件事情 y 除以 x 贝塔次方，这是 u， 所以等到新的变数就有这个 u 哈。那一样可以得到这件事情，那 y 到比上 x 的贝塔减一次方，就如果一三两个把它积分哈，这就是我的 v 嘛。我原先的差哈，原先的变数是 x 跟 y， 我现在引进新的变数就是 u 跟 v。 啊 ，u 跟 v 是怎么来的？利用那个群的概念，对吧？利用那个群的概念，然后就是解这个哈，解这个什么特征方程是得到的，所以就这 u 跟 v 就是我新的变数了。OK， 所以最后这一项呢，它一定是前面这两个哈，你把你跟第一个做就一次做积分，或是二次做积分都一样哈。所以这边是告诉你说 f， 那这边是 x 的贝塔减二次方，它也会是某个常数，是一个 constant， 会跟这个有关哈。啊，所以它我就说可以定它是 g u v 的函数。OK。所以对我的 v 跟 u 而言，对吧？我的 dv， 对吧？原先那边 dv，du， 这边就是 guv， 扣掉贝塔减一，这边是 v， 那这边是 v 减掉贝塔 u， 所以最后变成是一阶的，变成是一阶的哈。First， 原先是二阶的，我现在变成是一阶的。First 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就是一阶的 OD。
OK，我想我今天就谈到这边哈，下礼拜再继续谈。Have a nice weekend.